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小嘴战大蛙二。这是不是搞反了呀？我大嘴变成了小嘴，大蛙变成了大蛙。这不对吧？好家伙，居然一进来就是这么多植物了呀！全场都已经种满了，这我一下都不用操作了呀。Nice。这一关的玩法是传送带，传送带上面就只有一个植物，咖啡豆。场面上已经种满了植物，输出植物也有，防御植物也有。给这个咖啡豆的原因，应该就是对面的大法师僵尸了。大法师僵尸能施法，让我们的植物直接睡觉。我们就正好用这个咖啡豆，把这些睡着的植物全部唤醒。一个字，绝。哎，就这么一点点的操作，这关也太容易了。前面一共有六派的高坚果呢，这让对面的僵尸吃半天都吃不完。还有谁？这对面的大法师僵尸数量也太多了吧！我这场上这么多的植物都睡着了，咖啡豆都有点不够用了呀。不过我很好奇，这个高坚果睡着之后还能挡住对面的僵尸吗？对面的僵尸咬着这个睡着的高坚果，会不会把这个高坚果给咬醒呢？嘿嘿，不过最后也是成功通关了。